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好，我是陈轩。Hey, Brand Turismo Producer Yamaguchi です。I'm Matt Scott from Valve。大家好，我是谢元武。Brand Turismo Producer の山際です。I'm Jason Van。I'm Leo Xiao。This is Hudson Russell from Naughty。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Jale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Jaleo。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大家好，欢迎收听军史节目啊。我们这个伴随着敦刻尔克的上映，然后如约而至，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英国军械，因为我们开场就是英国的《不列颠之战兵进行曲》嘛。对，之前这个我们的别的节目里好像用到过这首曲啊，是的，对。然后今天我们又请来了久违的包哥，是我们之前二战轻兵器节目的这个常座嘉宾啊。大家好，我是大包。对。然后今天我们这个主要是聊一聊电影当中出现过的一些，讲电影中的一方，我们讲英国嘛，讲英国当时的这个军械的这个状态。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还没有去看这个电影，但是42已经抢先体验了。对，但是我们不剧透啊，我们就有什么好剧透？英国撤出来了嘛，是吧？对，对吧？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我觉得我们先从这个标题开始说吧，就是敦刻尔克，我们讲一讲敦刻尔克这个事儿。对，怎么回事？敦刻尔克啊，它这个咱们都知道，二战啊发生于1939年，对吧？是以德国入侵波兰为开始的。对，然后紧接着呢，英法就对德宣战了。对，然后呢，德军这个时候呢，把波兰占领以后，1940年就回过头来开始进攻法国。嗯，这个时候呢，德军啊，他派出了两个集团军群，一个叫 A 集团军群，一个叫 B 集团军群。这个 A 集团军群呢，就专门进攻，从比利时进攻，就是从这个低地国家进攻。这条路线呢，就是法国人在战前他们一直担心的德军的可能的进攻路线。对，将计就计。哎，这就德军其实是在将计就计。然后这个 B 集团军群呢，就偷偷的从阿登森林绕过了马奇诺防线，披荆斩棘。他们当时这个他们是怎么通过？因为当时那个阿登森林是一个非常这个对很茂密的森林，都战前都以为这个地方是不可能有重型装备过来的，就你人可以过来，对吧？对，但你人过来以后，那我三两下就把你给收拾了，对不对？对，但是没想过这个坦克竟然能过来。他们当时就是先去探路的时候呢，把这个树木啊都给锯一锯，但是不锯倒。完了之后呢，要过的时候，坦克把这个树压倒，直接压倒，让这个树铺在地上，其实就很平坦了，他们就直接就过来了。然后过来以后就绕过了马奇诺防线，过来以后，它这个马奇诺防线是一个这个东西向的，那么穿过阿登森林以后，他们就直接往北扎，一直扎到这个英吉利海峡，就直接给断了这个英法联军的，因为当时这个法军和英国的远征军，还有比利时的军队，他们都去比利时那边去那个对抗那个 A 集团军群了。对，他们从那儿穿过去之后呢，直接就给把后路断了。对，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英国远征军的这个司令一看不行，你这肯定要完蛋。所以呢，就干脆就选定了敦刻尔克这个地方，说咱们撤回英国本土，别往前走了。对，因为当时这个敦刻尔克是当时在他们包围圈里边唯一一个说是这个还能登舰的地儿。对，一个是它港口还不错，第二个是说它有很长的一个沙滩，在这儿呢是可以登舰的，所以选的这个地儿还是不错的。然后紧接着就所有人就往这儿汇合，就往这儿退。当时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联军都还没有办法退到这儿，
都被隔在里面，都隔、哦、都被隔离了，都被那个被那个 B 集团军群的一些部队都给隔离了。嗯、他们冲断了，等于把这个对给遮断了、嗯。那么就会说到另一个什么原因让他们能够成功的退过来呢？嗯、就是因为当时 B 集团军群停止了进攻。嗯，对于这个为什么停止进攻？首先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嗯、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嗯嗯、这是失误是怎么造成呢？可能有多种说法。那最常见的一种说法呢？就是让这个希特勒背锅啊，说是这个希特勒签署的命令，说你别打了。对，但是其实根据真正的这个史料上的一些这个当时的一些书信啊，还有后来留存下来的一些命令，你可以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撤退命令肯定是希特勒这个批准的，这肯定是没毛病。但是呢，这个命令并不是由他本人第一个发起的，而是由 B 集团军群的这个隆德施泰德元帅他发起，他发起这个命令，他这停止进攻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第一呢，是说他觉得这个敦刻尔克附近啊，就是靠近海岸，全都是很多泥泞的，这个非常泥泞，不适合坦克这个进攻。再一个，你想的连续作战小一个月了，他这个人员非常疲惫，损耗比较大，损耗也很大，后勤也没够跟上。他考虑到说，我不是说打完你们就完了，那还有三分之二的法国没有占领呢，对吧？他考虑到未来还有一场可能还有恶战，所以他要保留实力。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戈林就是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觉得说这个你看我的机会来了啊，有点邀功的意思啊，说这个事儿交给空军办，嗯，反正一撮人都挤在那个海岸滩上，我就炸，我就炸，对，所以就停止了进攻，那几天时间，让刚才咱们说的没有撤退到敦刻尔这个地方的联军撤退回来了，嗯啊，但是中间还很坑爹，这个比利时军队中间还投降了。啊，本来是说咱们三家你守这边我守那边是吧，他比利时是守东边，嗯，然后结果他还投降了，那么英国人还得去补位啊，把战线补上。对，不过最终呢，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喘息的时间，人家把这他把、给了几天的时间，对，兵撤回来了，防御工事建好了，嗯，准备都是就给准备好了，嗯，最终呢这儿困了40万人，就是整个联军40万人，一个沙滩上40万人，是，对，撤回去33万多人，嗯，其实算是很伟大的成就了。对，虽然是说敦刻尔克撤退是一次失败，是撤退嘛？对对对，反正是没打过嘛。这个我觉得这个丘吉尔总结的很好，就是他们撤退回去之后，丘吉尔提醒大家说，这不是胜利，战争的胜利不是靠撤退来赢得的。对，啊、所以还是要正视这个，这确实是一次失败。嗯，最大的失败你知道什么呢？人确实没问题，人撤回去了，这很好。最大的失败是啊，很多的武器装备辎重都扔那儿留那儿了、嗯、有大量的汽车、弹药、坦克、原油是吧，燃料全部都给扔那儿了、嗯、所以呢，当他们撤回去以后，一度就发现没有很好的武器来重新武装自己的这个士兵。这就是咱们之前节目里提到过的这个二战轻武器，那节目提到过这个斯登冲锋枪、嗯、啊，不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枪都扔了，实在不行，枪都扔了，对，枪都扔了、嗯、那赶紧的用低成本的方式，嗯，大批量的造了很多的这种武器来补充、哦、嗯，对，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聊军械，对，我们先从这个小的开始聊、嗯、我们聊聊这个步兵用的，嗯，刚才这个剧透已经完了，这个电影结尾就是这个都撤走了、啊、对对对对，都撤走了、啊、对，其他剧透也没有了，然后大家还是自己看电影、啊、对，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聊一聊这个军械部分。对，我们可能这个节目篇幅所限吧，也没法就是马上把这个1940年时期的英国军械全给大家介绍，对，我们挑几个就是放到现在啊，我们这些二战爱好者中、嗯、还有什么玩家呀看电影的人中，就是能记得住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嗯、对，给大家介绍。在电影当中，有可能明天就能看得到的、嗯。是的，嗯，那最容易看得到的那就是枪，单兵武器枪，枪 对吧？嗯，当时这个英军的枪的装备还是比较单一的，嗯、那么就是这个里恩菲尔德，咱们、嗯、对咱们之前那个二战轻武器也讲过，但是讲的比较简单。嗯，这个首先说这个里恩菲尔德为什么叫里恩菲尔德呢？它这是两个单词，一个是利、嗯、一个是 Enfield、嗯、这个利 是一个人名，他是英国的一个很著名的枪械设计师，他、哦、发明了很多的这个步枪，那么这些步枪呢都叫做里氏步枪，嗯，所以呢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他啊，那么这个
很多的原，因为这个步枪很多原理也是来自于它的发明，包括那个林菲尔德那个最著名的那个回转式的这个枪机，这回转式的这个枪栓就是他发明的。哦，所以呢，前面是力，这 enfield 是什么呢？是英国的一个兵工厂，在伦敦北部的一个兵工厂，都是在这儿生产的，所以叫力 enfield。啊，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产地，对，包括还有另外一个武器中也出现了这个 enfield， 这个用 enfield 来命名，就是这个布伦轻机枪。咱们之前也可能也提过，布伦轻机枪是就是英国从这个就是去捷克的 ZB 二六改过来，然后变成英国版叫布伦轻机枪。这个布伦啊，就是 B R E N Bren， 它是第一个前两个单词啊，第一个是 B R， 是捷克的这个第二大城市。叫布尔纳，就是这个原来如此。哎，这个枪就是在布尔纳生产的，在那儿设计生产。E N 就是 Enfield 的，对 ，N E N 就是 Enfield 的，然后到了英国在这儿生产，所以叫 B R E N Bren，是这名字这么来的。一个简称，其实原来如此。对，然后这个李恩菲尔德除了在刚我们有提过这个布伦轻机枪拿到英国做了一些改装，对吧？他做最重要的改装是什么呀？就是换用英国的子弹。因为英国的子弹呢，它比较特殊，它专门是自己的一个，当然很多国家都是自己的口径了。英国的这个口径啊是0.303英寸，然后这个就是相当于7.7毫米，所以这个咱们讲一下这个子弹，简单讲一下子弹口径啊。这个口径，比如说咱们经常说0.50啊，什么点这个0.3、0.303啊，这个口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英寸啊，它相当于25.4毫米，然后呢，再乘以这个零点几，就是转过来，就比如说7.62，就是7.62正好是0.3英寸，然后咱们比如说是12.7毫米的这个重机枪，咱们管它叫0.50，啊，电影里经常叫50，这个换算是吗？对，换算一下，这是子弹的口径，嗯，然后这个李恩菲尔德同样他用的也是7.7毫米口径的英国制子弹。哦，然后他除了在英国这个 Enfield 的生产，他还在哪生产？还在美国也生产过。所以你现在如果你收集这个枪的话，你会发现枪上都印着呀 ，U.S. property， 就是美国资产，因为当时是美军租借法案嘛，他在那儿生产了，然后完了算是借你的，但是还是我的东西，但是借你用，是这个租借法案。所以在那个集结号里也把李恩菲尔德叫英七七，对，英七七嘛，七七就是7.7毫米口径。哦，怪不得。然后这个李恩菲尔德啊，他其实还有一个当时来说挺先进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可更换的弹匣。嗯，对。当时很多枪啊，它其实没有这个可更换的弹匣，它都是一个弹仓，就是一个内置弹仓，你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的。对。但是它呢是一个可更换的弹匣，但是呢虽然是一个很先进的设计，因为可更换弹匣它肯定也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换弹的时候啊，特快，肯定特别快，你可以预先装好了一个弹匣，然后蹭一下就给装上了。对。但是呢，这个英国人也不知道怎么想，他虽然有这个先进的设计呢，却弃之不用，他没有把它用来作为这个快速换弹的一个事儿，他只是觉得说我这个可更换的可拆卸的弹匣它清洗起来比较方便，就不会老卡壳。他而且他还不，他这个归根结底啊，是因为他不觉得射速快是件特别好，对于步枪来说，他不觉得射速快了是个好事儿。哦，他又跟日本人似的，就是他希望你这个节省子弹，然后呢，每一发子弹都要消灭一个敌人，还是这种思想。所以他甚至在这个弹匣上啊，做了一个叫做弹匣的阻断器。这个阻断器你插上以后，就不能让你疯狂的快速射击了。但实际上，二战战场中就是很有名的是这个李恩菲尔德的射速，就是德国士兵觉得拿卡98开了一枪之后，然后英国那边打的噼里啪啦，就是因为这把枪很快。它主要就是得益于它的这个回转式的这个枪栓，这个就是那个李那个设计师发明的。它这个回转式枪为什么快？因为它的这个你手需要操作的这个距离比较短。因为它是转的是吧？对，它是就是转这样转一下。它不像那个卡尔98K， 它是需要把这个枪栓啊一直退，往后退老远，完了把这个子弹退出来，再顶一发进去，这是一个很远的一个距离，而且是没有办法用，就是没有，是必须要换手来完成的，是的，对不对？所以它就肯定射速上不去嘛。所以这个 Enfield 的最快的时候，1分钟能射击十几发这个子弹呢。对，因为我在网上看过那种视频，对，有那视频，对，一转然后。
这边一转一拉，然后用中指一勾扳机，直接开一箱。对对对对，非常非常快。对，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的，可以去搜这个视频，应该叫做李恩菲尔德的疯狂一分钟。对，这么一个视频，大家可以下载集合的 APP 给听这个节目啊。时间轴上那个有图都可以，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子。对，然后而且还有一点，其实在当时我见过一些这种评价，说因为这个短剧的这个拉锯，然后所以说它其实易操作，但是在那个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这个电影，这个电影的这个预告片里有讲这个英军非常慌乱的时候直接拉一栓直接卡住了，所以就是在当时它其实是有一点这样的细节在表现，就是说作为李恩菲尔德这样一个易用性比较强的这个栓动部分，易用性比较强的一把步枪，它在当时已经依然会拉卡弹，就算是把当时在当时那种撤退的时候那种情绪给你表现出来，对，这还挺巧的这个细节，因为退弹上弹的时候，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你的手操作很僵硬的话，真的很容易卡弹，对，因为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子弹啊没有对好那个。枪管就没有，然后你再一推塞进枪膛去，就卡住了，所以就很容易塞在那个卡在那口上。行，然后我们说了这个标志性李恩菲尔德，而且这个李恩菲尔德也算是少女前线里很标志性。惊了，又提这个游戏啊！我不说这个，不说这个。然后我们下一个阶段从小的最小的步兵武器，然后简单说一个更大的，我们简单说说坦克吧，因为当时坦克我们实在是没法在这期节目里展开给大家说，毕竟英国算是。坦克国度吧，发明坦克的这个国家，所以我们也不给大家展开讲这个各式各样的坦克，我们就说说敦刻尔克时期这些装甲战力的一个情况。好，当时在这个敦刻尔克撤退以后啊，德军在沙滩上发现了700多辆他们联军留下来的各式的坦克，这些坦克回去以后真的很难补充，这就是为什么后面美国必须要通过租借法案来给他补充很多的其他的坦克，这些坦克装甲车就是坦克，不算就是坦克啊，有6.几万的这个卡车都扔那儿了，还有十几万吨的这个燃料，几万吨的这个弹药全部都扔那儿了啊，所以人还好，就人回去了，因为这些东西可以再造，对吗？但是人你不能现生吧，对，是吧？所以当时。德军发现在这个沙滩上都是些什么坦克啊，咱们可以讲一讲，就是当时英国远征军所装备的。讲这个呢，咱们要先讲一下这个英国的这个坦克的它的这个分类。然后在讲分类之前，咱们又可以讲一下它的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他当时发明坦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他打一战的时候啊，被那个堑壕对被他恶心了，所以就发明了这个坦克，然后装甲很厚，然后有履带，这样可以把堑壕啊、铁丝网啊、地上一些障碍啊，全都给跨过去。然后呢，身上再带上火炮和机枪，然后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毁坏敌、炸毁敌人的这个暗堡。说到这儿呢，其实英国最早期的这个坦克啊，什么国内经常翻译叫马克一型啊什么的，其实不是啊，人家那个就是马克，不是型号，对，人就是一里面的出现的那个，对，那个人家是叫Tank， 然后 Mark 一，然后 Mark 二这样的，就是一型，它就是一型二型，它不是这个马克的意思，不是一个人名啊，对，就不能这么翻译。再一个就是说，刚刚我提到有的坦克是。有坦克是会带这个炮和机枪，但是也并不是完全，不是说每个坦克都有炮的。比如说英国最早发明的这些坦克，它很有意思，它是分为公坦克和母坦克，只有公坦克才带一个炮，所以也很形象，带个伴儿，很形象，有道理啊。对，然后刚刚这个要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英国坦克的分类啊，这个分类啊，因为它这个分类肯定是跟它对于战争的理解，战争理解是有很大关系，而这个战争理解呢，我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战的一些落后的思想所束缚了。然后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是什么分类的，你就明白了。它把这个坦克啊，它主要的坦克分为这么三类：第一个轻型坦克啊，主要就是用来侦察呀，这个干一些这个杂活，这零零散散的小活，这都后期都轻型坦克都不用了。最主要的两型坦克啊，一种叫做巡洋坦克，叫 cruiser tank， 一种叫做巡洋舰那个，对，就是巡洋舰的那个意思。待会儿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叫 cruiser tank。然后呢，另外一种叫做 infantry tank， 就是步兵坦克。
这个步兵坦克当然很好理解了，它就是用来支援步兵的。然后这个巡洋坦克呢，其实其他国家呢也有类似的一个分类方式。这个他们往往会把这类坦克呢分为叫做骑兵坦克，叫 cavalry tank。用来代替的是过去的骑兵，对吧？这个很形象。你看到一个理念的继承，哎，很形象，因为过去是骑兵，对吧？对，前出去这个冲锋啊，然后撕开缺口，扩大这个缺口突破啊，对吧？侦察，这个你很好理解。但是英军啊，你到这儿的分类，你就看出来，它是因为有一点你别忘了，因为坦克啊不是英国的陆军发明的，对，是英国的海军发明的，把它当船来就看。当时英国海军大臣就是丘吉尔嘛，就是他带头建了一个委员会，把这个坦克搞出来。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坦克就是在陆地上的战舰哦，所以陆地巡洋舰。对，对。然后你如果将来咱们讲海战，你就会了解，就是说这个 cruiser 它巡洋舰是可以独立完成任务的一种战舰。所以巡洋坦克就是要求它单兵能力强，所以要求它单独作战。所以呢，它。往往是咱们现在的分类的话，按照咱们现在的分类是轻型、中型的话，咱们也会把它分为中型坦克居多。所以，从这儿你可以看出来，第一，大家都还是觉得有一类中型坦克是用来代替骑兵的，然后呢，另外一类坦克相当于会移动带装甲的火炮，是用来支援步兵的。他们甚至于要求这些步兵坦克呀，别太快，你不需要太快，你就跟士兵走的差不多。速度就可以、就行了，对吧？你看这个跟人家德军的这个对于装甲的这理念来说，是不是差太多了吧？他们是把你像德军的一型坦克、二型坦克进行配合，一型坦克用来反这个步兵，用来反击，它带机枪反步兵；二型坦克用来反装甲，包括三型坦克、四型坦克的搭配也是一型是用来反装甲的，一型是用来支援步兵的。然后呢，要求速度要很快。不光是坦克的要求，包括步兵，你必须得坐着车，得伴随我前进、你的火炮必须得牵引的跟着我前进、你必须得有斯图卡，有这个空中力量要跟着我前进，很先进的、很先进的理念，层次很丰富。反观这边英国就是把它还当船来开，其实大家要知道的话，像丘吉尔坦克就是个船型，而且像这个丘吉尔作为一个典型的步兵坦克，它还有这个喷火的改型，你看，只是典型的为了还是那个一战的想法，对，过堑壕的东西嘛。对，说到这个，当然了，丘吉尔它比较后期装备的啊。那么这会儿的这个敦刻尔克时期的英国远征军，它的步兵坦克呢，不是丘吉尔，那还没有丘吉尔，它装备的是叫马蒂尔达，马蒂尔，准确来说是马蒂尔达二型，这个马蒂尔达二其实。在游戏中还是挺好用的，是不是？像在突袭里面啊，突袭里面有一个这个英军的北非战役，你对手是这个意大利，然后呢，那里边你要想赢，就得靠这个马蒂尔达，他这个只有20多吨的这个体重，但是呢，却前装甲达到了70多毫米，你想想那也快不了多少，对，跑起来肯定慢嘛，但是呢，就没有任何的当时的很中小口径的反坦克炮，根本都打不穿它，就一面移动的铁板。对，那么当时德军遇上了马蒂尔达怎么办？包括还有当时法国的一种重型坦克叫夏尔，夏尔 B 重型坦克，这个坦克世界里也有。那么当德军遇上这些重型坦克怎么办呢？他们只能动用88炮，只能用88防空炮平射，是一防空炮，对，然后才能够消灭这些重型坦克。所以还好有个防空炮，要不然完了。对呀、所以因为当时德军装备都是37毫米口径的这个小的这个反坦克炮，再就是他当时占领了捷克以后，从捷克那个弄了好多这个47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全部都是无法击穿的。不过在当时就把这都扔岸上了。对，没办法嘛，带不走。那么但其实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其实德军在当时啊，他其实取胜啊并不是武器制胜，而是更多的在于这个对运用武器的理念上，对不对？你看英军虽然损失了这么多的武器装备，但是最终他也没有输，他也并没有被德军入侵到本土，对吗？所以他其实战争并不仅仅是由武器决定了，从这个就是很看得很清楚，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还肯定是不能把坦克展开讲嘛，然后就讲了马蒂尔达就得了。其实，但是坦克世界异常的精彩，对，以后有机会再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事儿，其实在电影里就是在预告片里我们也能看到了，其实就是40多万人挤在沙滩上，嗯，其实大家用脑子就想，就是拿飞机就直接搞定，就直接搞定嘛。所以其实在当时敦刻尔克上空这个空战也算是比较激烈，而且在二战初期这算是就是空战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事件嘛。然后我们正好在这里就开始聊一聊英国在当时比较有名的战斗机好。嗯，其实当时你说这个好多人挤在沙滩上是吧，这个很容易简直就是暴露的目标，对不 对？但是实际上啊，在实际操作中啊，这个德军他发现，德国空军他发现啊，这个轰炸效果并不好。哦，为什么呢？第一啊，这个当时的航空炸弹啊都是触炸引信。哦，那么你平飞，你需要它，因为它都会落到坚硬的地面嘛，然后就撞针一撞，然后就爆炸，对不对？嗯，但是沙滩上都是沙子。哦，有可能不炸。哎，它会落到沙子里再炸。那么我们知道航空炸弹它的主要的这个造成伤害啊，它是靠那个弹片，嗯，就四散弹片是吧，一下就把人就消没了，但是它被沙子包起来了，因为它没有办法在地面爆炸了，就落到沙子里了，那很多破片就被那个沙子给吸收了，给对很多冲击波呀，这个破片都被炸子给都被沙子给吸收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这个造成很好的人员杀伤效果。对，这是第一。第二呢是说，因为它这个在海边你知道吧，你知道海边这个天气啊就没有，就是有点多变，对，所以它这个它就中间就本来就那么几天的轰炸时间，中间还遇上恶劣天气，你没法轰炸了。嗯，它不像陆地作战，对不对？对，那我下雨也能打呀，对，它这个空间它就出动不了了，嗯，对吧？所以这是德军他遇到的问题。英军天气救了他们的命，是，对，很天时地利人和吧。嗯，然后呢，其实英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它最大的麻烦什么呀？距离有点远。对，嗯，它从本土飞到敦刻尔克，在敦刻尔克上空啊，就只能作战1小时，你长了就回不去了，就掉海里了，燃油不够了。对，飞机又是金贵玩意儿，又不能砸着玩啊，是吧？对，不能砸着听响。对，因为当时是这样子的，那个当时英国人他装备的主力的战斗机，包括他研发战斗机的理念啊，他都是把战斗机作为一种截击机来用，就是我是拦截对方的轰炸机来轰炸我的。哦，所以这意味着我并不需要飞太远，对吗？对，对航程没有要求。对，我大概把它拦截在我的这国土之外就行了，提前预警。但是要求我呢，第一，速度要快，你不能看见发现人家了，我半小时才过去，不行，对吧？我得速度得快，很快的飞过去。第二呢，说我爬升率得高。哦，因为轰炸机它为了躲战斗机，它都是飞在特别高的高空，对，所以我爬升率必须高，爬到它那个高度去跟它战斗。哦，是，所以当时像就基于这种理念啊，当时英国人装备的主力战机啊，也就是在敦刻尔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战机，一种就是大家都非常听说非常熟悉的就是喷火式，对啊 ，Spitfire， 另外一种呢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没有那么名声那么响的，叫做飓风。嗯，那么这两种飞机呢，他们的命名都很有意思。这个就英国人，他还是有点这个腔调在里面。对，你比如说他这个 Spitfire 啊，首先啊，他是说这个英国人的飞机命名方式啊，他是首先前面是飞机的制造公司，后边是这个飞机的名字，所以 Spitfire 喷火式的这个全称啊，叫做 Supermarine Spitfire， 超级马林，对，超级马林喷火，嗯啊，这当然这个。我觉得不应该翻译成超级马林啊，因为 Supermarine 超级海军或者什么，对对对，这个 Supermarine 是隶属于维克斯的一个旗下的一个这个飞机制造商。嗯，所以然后呢，这个飓风呢，它是这个飓风啊，它叫做霍克 Hurricane， 所以你发现英国人命名的时候有点腔调啊，他要求这个首字母，两个首字母要押韵啊，是不是？一个 S 开头，一个 H 开头，嗯，大部分有很多都遵循了这个惯例，当然也有很多不遵循的，包括英国坦克一定要 C 开头那些词儿。对，你像很多什么这个挑战 Challenger 是不是 ？Churchill，然后对，丘吉尔，然后什么 Covenant Crusader 都是 C 开头，全是 C 开头。对，只有一个特例啊，就是那个瓦伦丁瓦伦丁步兵坦克它是 V 开头，它不是用这个。再一个就是美国援助的它的坦克都是按照人家过去的名字，然后呢，这两种坦克，这不是这两种飞机啊，飞机啊，这两种飞机啊，两种飞机，他们怎么说呢？
喷火呀要先进一些，嗯，然后呢，也正是因为它的性能比较先进，所以很多时候啊，大家就是它名声在外，大家把很多的功劳啊都给算到它身上了。嗯，我估计这个电影里边肯定也是着重描写的是这个喷火，对，但是汤姆哈迪开的那个，对，估计是对，但是实际上就是其实很多战争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说真正发挥中流砥柱的其实是那种。技术比较保守啊，但是呢，它易于生产，然后便宜，量又足。比如说特三四，啊、对不对？比如说五九啊，就这种级别才是中流砥柱。所以这个飓风就是这样一型的战斗机，啊、嗯，比较扎实，对，然后维护成本比较低。对它的很多的理念比较保守，比如说它的这个飞机机翼蒙皮的设计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座舱盖的设计、啊，都是相对来说稍微保守，包括它的螺旋桨，嗯。那后来他们因为大部分那会儿战斗先进的战斗机都用金属螺旋桨了，并且是可变距的，就螺旋桨的这个桨距它可以变，从而适应不同的速度、不同的高度。哦，这么高级呢？那时候对，那桨叶不是有一个角度嘛？对，它那个那边可以控制，这样就可以变。但是因为这个飓风啊，它是木质螺旋桨，嗯，能变两叶的木质螺旋桨，这个是不能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没有应用很多先进的设计，嗯。但是比较扎实，对，这第一呢容易制造，第二呢容易维修又便宜、嗯，所以在整个二战当中呢，有这个英军啊有50%以上的战绩其实都是由飓风打出来的啊、哦，对，它是真正的中流砥柱。然后呢，他们两个，但是这个他们两个飞机都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呀？就是他们都装备了一型英国当时。在世界上属于一流的发动机，嗯，就是这个梅林发动机，或者叫灰背隼，嗯，啊，是一种中文叫这个，嗯，对，是这个发动机。这发动机呢，它的制造商是劳斯莱斯，哎，啊，或者叫罗罗，对，很多人可能咱们都听说过劳斯莱斯，都觉得它是豪华车的代表，是不是？但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航空发动机制造，因为到现在为止是世界上三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嗯，不只是汽车，对对对，它其实这个应该是它的两个公司、嗯、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公司。如果我们坐飞机坐在这个机翼的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其实能明显看到劳斯莱斯的这个 logo， 对、嗯，印在这个发动机上，非常多的大部分飞机都是这个，对，没错，嗯。他在航空领域呢，一般不叫他劳斯莱斯，叫他罗罗罗啊、罗尔斯罗伊斯，但是一家公司，对，是其实是一个，嗯。然后呢，他们啊，这个再聊聊他们的对手吧，嗯，这个对手这个德军德国空军，嗯，主要有三型飞机，就是他们首先是战斗机，对不对？保护轰炸机过来轰炸这些联军，对吗？嗯、对，所以。负责护航的战斗机是 BF 幺零九，或者叫名机，或者叫 ME 幺零九，就是就是这个德军的，它这个战斗机的这个命名方式啊，就跟英军它就不一样了，它是用这个飞机制造商的缩写来命名，再加上后面的一个编号，比如说这个 BF， 或者后来就是为什么是 BF， 就是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所以缩写 BF，、哦、那后来为什么又改名叫 ME 了呢？就是为什么叫梅塞施密特了？就是因为这个巴伐利亚这个制造厂它改名了，改名叫巴伐、哦、叫这个梅塞施密特了、嗯，所以后面就改名叫 ME 幺零，应该叫 ME 幺零九了、嗯。那么它负责护航的这两型轰炸机，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这个斯图卡轰炸机，对它的这个。正式的这个名称啊，就是叫做容克87，嗯，是容克也是一个飞机制造商，然后87一个代号，对，为什么大家会叫斯图卡呢？是因为在德语里面啊，这个俯冲轰炸机这几个词儿，它的简称就可以被简称为就发音就是斯图卡，就是这个前、嗯、这个简称前面这部分的这个音节，嗯，就是斯图卡，所以很多人就把斯图卡作为了。德军的俯冲轰炸机的代表，嗯，哦，所以就管它叫斯图卡了。然后除了斯图卡，这个因为这个斯图卡是俯冲，就是说它投弹的时候它是俯冲的，呈80度角往下俯冲。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跟它相对比的就是水平投弹，
就是那轰炸机飞着飞着，然后 打开弹仓，哒哒哒往下扔炸弹，对不对？但那个精度特别低，你想，因为它飞得高，然后呢，你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对那个精度几百米、上公里的这个误差，嗯，对。但是俯冲就不一样了，我就冲着你俯冲，然后呢，这时候投弹，把炸弹扔在你脸上，这时候非常的精准，用惯性往下砸，对。对，然后这个斯托卡大家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他的那个笑音，就是他那个尖笑声，那个特殊的声音。嗯、对，这个声音呢，很多人以为是这个飞机啊自己发出来的，但其实是这样子的。首先，这个飞机它确实会发出这样一种笑音，但是当时设计者呢听了这种笑音以后啊，觉得说这个尖笑声能够给敌人很强的这个恐怖，有点心理战的意思，所以他就故意又加了一个装置。就是加强了一下这个声音，这个笑声，这个装置啊，它就是如果你仔细看啊，那个它装置它是装在那个斯图卡的那个起落架上，哦，那个起落架的那个拯救罩前面装了这么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前面有一个小螺旋桨，嗯，它靠风力推动这个小螺旋桨发电，然后用再驱动里面的这个警报器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哦，是这样一个装置，告诉你我来了，对。叫什么什么号角，嗯，是这样一个装置，这确实能给这个士兵造成非常大心理压力。我觉得现在那个我放一段斯图卡这个俯冲轰炸这个啸叫，大家可以这个感受一下这种恐惧，是的。这个斯图卡轰炸机也算是在预告片里有看到那个镜头，其实仔细想想，如果你在海滩上就孤零零的，周围连反冰坑都没有，嗯，然后你能听到那个声音，由远及近就像切下来一样那个声音，对，然后后面是爆炸，其实这个确实精神压力非常大。不过这个啸叫器好像后来斯图卡渐渐就不使用了，对，因为有很多飞行员说啊，你说你装一这个，你这个影响我飞行性能，对，所以就把这就给取消了。嗯、对，后期型号的那个融合，对，只有前期有啊。所以在那个敦刻尔克战场中，我们能看到它有、嗯、是吧？对对对，这个时期的应该还是有的。嗯，包括到后面到那个东线战场，去进攻苏联的时候也在用。对，也是斯图卡是出了大力的。嗯，然后另外一种轰炸机应该是这个，就算是水平轰炸机了吧？应该对。咱们说这斯图卡呢，它是俯冲轰炸机。另外一种轰炸机啊，叫亨克尔111，它是一种啊，就是当然是水平轰炸机了，它是一种中型轰炸机。就是当时二战的话，对这个轰炸机啊，它一般分为啊轻型、中型和重型。轻型呢，就往往就是既能当战斗，往往就是一些既能当战斗机，又能这个投弹任务、执行轰炸的这个飞机。那么中型轰炸机呢，往往就是两个发动机，双发的。双发啊。那么重型轰炸机往往就是四发的。四发。比如说什么 B-17 那个空中堡垒，是吧？超级空中堡垒，对吧？英国的兰卡斯特，嗯，太大，这种，对对对，就特伟大。嗯嗯。好，反正其实，在当时就是主要是德国是使用这两型轰炸机来对这个敦刻尔克当时的这个待撤退的联军造成轰炸。对，然后其实轰炸要的就是空优嘛，就是要的是空中优势。对，所以在当时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BF-109 和喷火的这个对决。其实这场旷世对决也算二战非常有名的一场空战。对，一场就是两个机型的对抗持续了很久。对，在当时是这两类飞机就是火力上是有什么区别吗？还是说怎么讲？对，就是这个其实整个空中的战斗啊，更多就是发生在你截击机和护航机之间。嗯，因为这个轰炸机如果你不是重型轰炸机的话，你的这个火力是很弱的，你防护力是很弱的。斯图卡就更不用说了，它那起落架都不能收进去，它这个机动性能非常差，基本上就是待宰的羔羊。所以呢，真正造成英国空军损失的就是 BF-109。嗯，那么他们两个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火力上，这个飓风和这个喷火呀，他们都是选择的是在机翼上加载机枪或者机炮，后期就是加着机炮，20毫米的机炮，前期呢就是8挺布朗宁机枪，这么布朗宁机枪打出去像泼水一样，一团。他在这个当然对应的就是 BF-109，他是在机头上装了2挺 MG
机枪 MG17 机枪，然后机翼上再装机艇这样子的。然后呢，其实因为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你这个机枪装在这个螺旋桨后边，你会不会击中螺旋桨，对不 对？这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都可能有。之前我们也稍微提到，今天可以讲讲这个原理怎么回事。对它这个主要基本原理，就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叫做射击协调器。嗯，就是它本身这个协调器是一个类似一个齿轮的一样的东西，它跟这个螺旋桨是联动的。当你这个螺旋桨转的时候，这个齿轮也跟着转。嗯，然后呢，当你这个螺旋桨转到说不挡子弹的时候，这个齿轮也正好转到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嗯，在这个角度上呢，允许你发射子弹。它对，在这个角度上，它会有一个凸起，有一个凸轮，然后那个这个凸起呢，就会顶到一个这个你这个机枪的这个一个开关上。嗯，然后呢，只有当你的扳机和这个开关同时按下的时候，你才能发射得了。你才能发射出去，很安全。对，这就肯定是不会击中了。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会带来一些问题啊，因为你想这样的话，你的机枪的射速就会跟你的这个螺旋桨的转速就有关系了。嗯，就会在当时的情况下就会很互相制约，限制这个机枪的射速。嗯，但是它当然它有好处啊，就是你容易瞄准。对，因为它在你这一条轴线上，对不对？你就很容易瞄准，机头指哪就往哪里打就行。对。但是放在两翼上啊，就是就不行了，你就没有办法这个直接瞄准，对吧？所以在两翼上的机枪啊，它往往会设置一个角度，然后呢，让发射的子弹啊，在你机头前方的一定距离交汇。嗯，所以你在游戏中看到，就是你的发射的子弹慢慢它就到远处就会交汇了。嗯，那么但是在机翼上它有个好处啊，就是我比较容易设置火力更强大的武器，因为你机头空间毕竟有限，对吗？对，所以你在机翼上可以，它就设置了八挺机枪，嗯，所以就火力会非常强大，不见得比机头的那个要落后。嗯嗯嗯，这算是一个武器对比。不过说实话，这个 BF 109和喷火的对抗，其实展开说就是一期节目，对比可能比这个、嗯、比这个坦克还要难讲。对，空战是一个很高深的学问。其实这两个飞机其实还有一些别的争论啊，比如说 BF 幺零九的能量战法呀，嗯，然后喷火它更擅长这个缠斗与狗斗。嗯，不过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敦刻尔克发生的事儿，就不这个展开讲。嗯，不过其实啊，我们正好现在说了一把枪，嗯，一辆坦克和飞机。嗯，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敦刻尔克撤退的重头戏其实是船，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要讲的不是说有什么军舰、啊，或者有什么运兵船。嗯，其实，在敦刻尔克最有意思的是，对民船，它是用民用船把这些战士运回家的，40万人。对，这个叫这个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词儿，管他们叫做敦刻尔克的小船 （little ships），、哦，就是讲的就是他们这些征用的民用船只。嗯，当时有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丘吉尔说，这个大家号召大家要去这个要把自己的船啊捐出来，到就是你是要征用嘛，海军征用，对，征用你的船。嗯，那么你要到海军到一个地儿去把你的船注册，说这是我船，我给你用。嗯，对吧？然后呢，他把海军把这船开走，然后海军的水手上去，对，然后用完了，反正损失到时候再补给你。对，但是呢，很多时候啊，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自己开船就去了。嗯，就不等你来征用是吧？啊，对，就他没多想，自己开着船就去。这个是要真的是有很多人就死在这儿了。嗯啊，因为当时你不要以为那个鹰击力还看着很短，对不 对？很窄，其实对吧？两三下就过去了，可能暗藏杀机。对，几十也就二三十公里宽度，就是半个小时可能最多了航程。但其实啊，他真正要去在战争状态下，他去运兵去敦刻尔克再回来这趟路啊，他可不能走直线，嗯，他必须要绕道，因为如果你走直线啊，在路上布满了水雷、潜艇，还有德国人的飞机都在等着你，哦，那就真的是有去无回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去走一个折线，那最远的话，那个折线啊，就首先从敦刻尔克出发，往北走，一直走到，就是要走很远，走到都快到北海了，完了再折向西。再回到英国本土，非常危险。这一段就是2个小时，但当时也可以说，就是英国算是全国上下军民一心嘛。对，就是看就是很无畏的一种这牺牲精神。嗯，丘吉尔说了，只要能浮在水上呢，都想开过去，都要开过去。对对对，当时是因为是什么情况啊？因为我们之前提过，他们选这个敦刻尔克啊，
是觉得说它有一个港口，但是这个港口是很容易被炸毁的，对啊。那么这时候你的大船是根本是停不过去的，所以你真正需要的是那些小船，你需要这个吃水得够浅，对，你不然的话，那个首先那个人也上不去，你首先他那个船啊，首先就这种船还开不到岸上，不然就搁浅了，对吧？就被浪就给冲过来了，所以只能停在大概几十米以外。那么你这个英军士兵啊，就得涉水，游到这小船上，这小船再给你运到大船上，你再爬到大船上去，完了呢，这小船再来回就这么运。那我这个当时有一种这个情况是说，这个英军士兵觉得涉水这个太麻烦了，他们就要把这个，反正那卡车也开不回去了，对吗？直接把卡车开到海里，落上，哎，就这么。往海里开啊，那弄个小码头，然后在上面再铺上一些这个木板啊，就形成这样一个简陋的简易码头。我操，还能这样呢？也是啊，反正也开不回去了。对，就是这种情况。反正当时也是，就是撤的非常坚决，很果断。对，当时这个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确实是，我想在电影里肯定也会表现，就是确实是能够理解当时困在海滩上的一些士兵的绝望的心情，对吗？在你在这个别人天上有轰炸，完了这个前方是大海，然后远处防线还在交火，对，那边还打着仗，然后这边那边还干着，你苦苦的干等那些船来接你，对吧？这种心情肯定是非常绝望的，所以在这种心情之下呢，这些有的士兵啊，他会觉得说，这个。哎，我们的皇家空军到底在哪里？对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空军的战斗啊，往往发生在比如说三四千米以上，他地面的人是不知道的，因为海边的气候原因，所以那个云层比较低，对，他看不见，所以呢，他就会老觉得说，你看这个怎么老是德国人来轰炸我？对，斯图卡一阵我们的这个皇家空军在哪里？就他们怨言有很多的怨言。所以针对这个事情，等他们回到了国内，那么丘吉尔，我觉得他在议会上就说了一个很公道的一个话，他就告诉大家说，其实敦刻尔克的撤退的胜利真的是靠这个皇家空军的牺牲来完成的。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航程问题，肯定其实在当时有很多飞行员就是为了长时间的缠斗，可能就是耗尽燃油，最终没有回去，这算是一个很大的为国捐躯，是的，对，然后我们刚才聊了这个，就其实就是敦刻尔克这个战役当中，你可能会看到的一些武器和一些武器设然后包括一些发生的故事，对，有可能你在明天的电影里面会见到这些东西，对。然后今天呢，这个节目吧，因为涉及到东西特别的多，对，我们只能泛泛的讲一讲，对，所以我们中间也多次提到这个，我们只能这个泛泛的讲，然后。这导致这个大包也很憋屈啊，对对，给自己挖，我们也给自己挖了，有很多想讲的，对对。不过那个我觉得没关系，后面我们要不然再慢慢讲，慢慢讲吧。就是我觉得军舰和坦克和飞机都是很值得一讲、很大的门类，而且有好多故事可以慢慢去讲。就希望这期节目能让大家能记住啊，这英国有这个短步枪，有里恩菲尔德，然后有那些坦克，还有这个。其实是他们国民精神象征的喷火战斗机，其实造型很优美，包括它和、特别好看，对，包括它和 BF 109的对抗，嗯，就是大家可能有一个起码的兴趣，说不定就是你再去看敦刻尔克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一帮人挨打撤退的故事了，就可能能觉得更有历史的积淀在里面一些。对，其实也是我们想做这期节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对，其实我讲的也不是，我也听的不是很爽，因为我毕竟是这个英国军械爱好者，其实我感觉没说多少啊，以后可以展开的好好说一说。时间过太快了，对，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反正也推荐大家好好看一看，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诺兰的片子，也是因为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算是二战中一个非常有趣、非常微妙的一个事件、一个转折点，就是能把它搬上大荧幕，其实很有戏剧化的一个事件，对，很戏剧化，可以推荐大家去电影院里好好欣赏一下这期。对，当然，这个如果看完了《敦刻尔克》，对于二战还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可以继续看一下这个英国不列颠空战，开始安利了，很快，对。那么德军轰炸这个不列颠半岛，对。在这个过程也是二战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在这里面既体现了战争的残酷，还有英国人这种坚强的品质都是可以得到体现的，所以感兴趣的就可以继续了解更多的二战史，也欢迎听我们更多的
战士节目。嗯，等到这个大家看完电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交流，聊一聊，对啊，或者再聊聊你最想了解的是对二战的哪一部分、什么元素，然后我们可以来做准备。嗯、因为 COD 马上又到了，可不也是二战，所以我觉得今年要是如果包哥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多聊聊，多聊几期二战的节目。嗯嗯，那这期就先到这儿，简短到这儿了。对，不好意思大家，这个可能没听过瘾，但是希望明天电影能看得比较过瘾。哎啊，我们下期再见。嗯，再见，拜拜。